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我是 Kelly。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啊，网络真的太方便了，但是在网络上面的讯息真的可以说是真真假假。对啊，有时候看了好受用，是，可是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像是什么九层塔会致癌，那我要不要吃啊？因为咸酥鸡吃的时候常会放下去炸嘛，还有九层塔的蛋，吃起来真的也很好吃啊。九层塔放下去真的吃起来很香，好香又香又好吃。那会不会致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啊，像微波炉拔鬃毛什么？哦，拔鬃毛，拔狮子鬃毛、啊，头发你掉了，拔了狮子的鬃毛，然后你头发就会长出来。我觉得基本上那无稽之谈。还有、啊，但有一个我就相信，你说是微波炉，微波炉，可是有人不相信哎、欸。我有朋友就觉得还是可以用啊，为什么？他觉得不会对人体有什么有害的。可是老婆，我真的相信，因为我真的把家里微波炉丢了，结果会不会今天我们录完了，发现原来是无稽之谈？那我们再去回收厂把它找回来好了。来不及了，就把它想象是送给别人做一个非常好的家电好了。啊哈，所以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来宾呢，也都是非常专业的，是，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资深医疗记者张翠芬，欢迎翠芬。接下来也是非常专业的猪专家吴嘉诚教授，欢迎。吴嘉诚。还有来欢迎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刘怡礼，欢迎怡礼。欢迎。以及来欢迎小儿科医师，我们的好朋友黄聪宁，欢迎聪宁。欢迎黄医师。好了，网络上面到底哪些消息能信，哪些消息是真是假呢？先来看看今天《幸福日报》怎么说。忙忙忙，现代人既忙碌，资讯又多得让人不知真假，于是过起日子来难免有些心茫茫，这真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再加上网络媒体一天到晚爆出一些生活消息，又是这个不能用，又是那个不能吃，而且更令人苦恼的是，今天才知道可以吃的东西，明天网络上又说哪个教授研究又全盘推翻了，这可怎么办啊？网络消息满天飞，是真是假如何判断？且听咱们一一分解。好，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起来试疑一下。因为身处网络世代的我们，请问一下四位来宾，你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些消息，让你曾经一度有一些困扰过的？啊哈。哦、比如说有些知识啊，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像微波炉这个食品，还有包括像什么、拔鬃毛这件事情。哎、欸，我问这些专家是那个，好好奇他们的答案。先来问一下他们平常怎么去看待这些网络消息。会很困扰的，请举圈；不会的，请举叉。三秒钟，请考虑。请举牌。对啊、唯一举差的当然一定是吴教授。吴教授就是来帮我们解答疑问的、啊。吴教授，我们有问题也要找他。网络上面有很多很多这种似是而非，或是真的，也许是假的，这些东西从来不困扰你。不会，因为我们做学术研究工作的，我们通常的习惯性就是要追到最原始的科学上的依据。对，实事求是嘛。对对，如果说只是从网络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写，都可以 PO。对，但是要看的就是最原始，甚至人家经过人家审核过的学术的这个文献。对，那我们才会把它拿来当知识，即便现在也不见得是完全可以拿来当知识哦。嗯，因为这个有这个所谓的不同的角度的这人呐、啊，在互相在角力的。嗯哦，有的代表商界，有的代表政府的，有的代表学界的。嗯，所以即便是在看学术的这个文件的时候，还是要看得很仔细，多方去抓相关的这个资讯。通常来讲，自己会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对啊，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因为我们是算是媒体人，经常会收到各方面的那个网络讯息。对，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网络讯息，像你刚刚讲的九层塔，那网络讯息、如果是没有署名的，那也就罢了，大家就不要去信它、最主要是像这种网络传言，它都有署名，有名有姓。那个九层塔的传言就是署名台北荣总毒物科的某某医师、都有名有姓有单位哦、就引用出处啦，所以看起来就很可信嘛，对不 对？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判断就会想说，哦，它这个有来源啊。他是至少是有专家背书、可是你后来再去查证，因为我们就要再去查证，才发现说那个根本就是错误的，那个专家也没有发过这样的讯息，所以我们就常常还要再求证这样子的毒物专家啊。所以他那个名字是被盗用的、是经常很多网络都是被贴的盗用随便灌一个名字，所以他们当事人都困扰得要命哦。以你没有被灌过吧？有，我上次其实 上个月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比较怕那种个案式的报道，对，因为有时候
某一个医院里面某一个医生，他发表了一个文章，比如说他说吃深海鱼导致某一家人重金属中毒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他那个新闻一出来，其实他是一个个案，可是呢，很多很多婆婆妈妈她自己煮东西副食品给小朋友吃的时候，她就会避开所有的深海鱼，所有的鱼全部都对。然后那时候我听那个记者讲说，几乎卖那个卖鱼的那个鱼商卖深海鱼的，他们的生意掉了30%以下。然后其实我觉得整个新闻就是说，鱼不是说不能吃，深海鱼不是说不能吃，因为它甚至于它的 DHA 跟 EPA 价值是很高的，问题是它没有告诉大家说要吃多少的量，一个礼拜吃多少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可能一个报道就是刚好只是一个个案，那会引起大家的恐慌。我也是耶，我也是相信那个造成那种惊恐。我那一阵子也所有的鱼包括去吃沙西米，我也都不敢碰。对啊，所以后来就要需要澄清说，我们营养师会告诉大家说，可能一个礼拜大概就是2到3次，那一个礼拜的量大概就90克就好，也不用过多，因为过多确实还是有重金属的疑虑。但是你吃适当的话，对小朋友来讲是好的。还好，对啊，这样到时候一听完发现什么东西都不能吃，有没有？这个也会有毒，那个也是怎么样？我个人碰到最常问的就是之前很多人我们会去吃什么龙虾大餐啊，然后虾子大餐，然后我们吃餐饮的时候不是会配一个什么柳橙汁吗？结果就网络上就是维生素 C， 就是你吃了大量的虾子之后再吃维生素 C， 这样组合起来就会砒霜中毒。而且那个网络的那个留言就讲说，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前一天聚餐之后，然后又喝了很多这种饮料，结果半夜突然暴毙，然后检察官去检查才发现说她并也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后来在他体内发现说有高量的砒霜，你看，然后讲的这样子非常恐怖，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我去聚餐也常常会这样子吃，怎么可能会变砒霜？怎么有可能会这样子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以讹传讹的，可是因为写的那个网络留言写的很耸动、很惊悚，他有分析他的化学结构，就是虾子里面有一种砷。然后它砷加上维他命 C 的这种成分结构起来，它就会变成砒霜。然后大量结合的时候，在身体里面就会形成毒素。乱写的，对不对？没有，可是当时就好多人信，我们都收到这样子的讯息，都大家会宁可先信其有啦。那如果没有去查证，然后就一定要请我们这些专家一定一直在。最后还要再加注说，以前那个清朝雍正也是这样，中砒霜而亡，他就是怎么样呢？被人家用心机什么之类的，哇，这。就是言之凿凿那种感觉。对啊，黄医师，我很困扰。可是应该你也常会被人家问。我的困扰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查证这件事情让我很烦。就是你知道这些，我们就都留吴教授的电话就好了。教授他客气了，他那智商180，所以他比较快。教授以后不会留手机，教授说我有一个免付费电话，空发空空，免付费电话，然后就是我的电话，转接到你的。就是就像刚刚讲，你看到这些网络讯息，我第一个事情我就会想知道这个讯息哪里来的。对啊，外电报道我就去查。我就会，如果那是我的专业的部分，我就必须要知道，我要猜测它原本的原文是什么，对对对，然后我就要把这些关键字，然后用英文打 Google， 然后看看国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新闻。嗯、其实你后来就会发现，你等到查到外电的报道，或者是别的英文的一些期刊，你就发现，这事情也许不是他所讲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痛苦是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找，困扰你的是在查证的部分。对对啊，有时候真的找不到，有时候就像刚刚那个什么叫旱地拔葱嘛，就是无地放矢这种出来，你根本不知道来源在哪里的，真的，所以这种就很困扰。是，我觉得以理刚刚讲的也很好，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很喜欢以偏概全，就是说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好的东西大家就趋之若鹜，然后坏的东西大家就躲得像怎么样。可是我想刚刚他已经讲过坏的可能没那么坏。那好的也是一样，有些研究只是告诉说啊，如果吃这个东西呢，可以让你有一点点哦，比如说这个某种病毒感染会减少一点，哇，大家就一罐一罐这样吃，那其实也许你根本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是你已经吃掉很多毒素，反而那个好处更没拿到。真的以偏概全真的很危险。是啊，就是应验了一句话叫“有一个影生一个海”。五节呀，翻成国语有点怪怪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络消息哈、有哪一些曾经也造成一些困扰的食物，在微波以后会感染辐射，所以吃了会致癌。再来呢，就是食物保存期限过了，只要是没有异味呢，照样能够吃，真的吗？第三，大骨汤含铅会导致智商下降。四。清洁用品当中呢含有香精，
对于皮肤有害，会致癌，是真的吗？第五点，水煮玉米有剧毒。再来，卤肉饭的绞肉来自于猪脖子，不能吃，真的吗？再来，牛奶少喝，宁愿喝豆浆。再来，吃一碗泡面需要32天才能够解毒。再来，洗手乳比手还脏。最后一点，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容易失明，真的假的？哇，请专家们来为我们，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吴教授，我最想知道你讲的，教授，微波炉可以吃吗？微波炉当然不能吃啊，我在脑筋急转弯。微波炉当然不能吃啊，哎，吃你也吃不下。教授有在这个哈，实际上来讲，你从科学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其实蛮复杂的。微波我们叫做电磁波，是，它是电磁波，基本上我们平常的光线也是电磁波，可是我们常常都有在照太阳光，是，没事。但是这一个部分呢，你用来加热的时候，它确实是可以加热食物，跟红外线一样可以加热食物。电磁波就有电场跟磁场，就影响到这些分子。教授，你讲的好专业。教授，到底可不可以吃？接下来我们有一小时时间，来做微波炉这个了解一下。我还真的可以跟你讲大概2个小时以上。哇，分成三集来做了。讲对，而且只讲一个厂牌而已哦。而且你们两个要坐这边，啊，教授坐那边。所以这电磁波呢，这微波进去这个食物内部之后，它影响这些分子的排列的这个次序，也会影响它的这个位置。那因为它的微波进去了，它是我们叫交流的，它这个电性磁性的方向会改变。对，所以这些化学分子有时候一下子排列这个样子，那一下子呢一下就又改变一个方向，所以它会有旋转跟撞击分子之间，这时候就产生热。但是呢，这个我刚刚讲微波不强哦，真的我们要产生化学反应，你要把这个化学键给打断。但是微波的这个能量不够哈，但是它不能，通常不能够打断化学键。所以它也不会说再去让你形成这个新的这个化学物质。但是呢，微波在使用第一个关键的这个原则，就是你不能。我最不喜欢这个妈妈们拿这个小孩这个母乳或牛乳拿去微波，因为你一微波了之后，其实里面好的酵素恐怕都要变质掉，骨头里面确实铅含量会比较高，所以你长时间如果一直炖，里面的铅确实会跑出来，影响到小朋友的智商。像我对儿童的建议就是用清水洗澡，但是呢，微波在使用第一个关键的这个原则，就是你不能给它太大的功率，给它太强的这个加热这个现象。不能转到强，不能太强，你宁可慢慢加热。有弱中强啊，有一些微波炉。对，你要用最强，你一加热过强就糟糕了。而且呢，食物也会因为它变质。对，我最不喜欢一般的这个妈妈们拿这个小孩这个母乳或牛乳拿去微波，因为你一微波了之后，其实里面好的酵素恐怕都要变质掉，这时候你营养的价值就改变了。希望这时候老师在讲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妈妈正好拿母乳进去，听到，赶快拿出来，赶快先让那个。所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是可以的，还是牵涉到你使用微波炉的方法。对，你绝对不能强化了这个加热。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说一旦顺变成反。这个其实有很多我们化学的这个物质哈，本来是为人体所用的，不但不能为人体所用，反而可能就有毒性的东西出来了。其实刚刚教授讲一个重点，就是当它的频率、它的功率越高的时候，它的温度高的时候，因为本来其实很多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这些都是容易在高温下做一个破坏。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啦，比如说像如果我们的肉，有时候有些肉类啦，它可能比如说要做一些比较对煎熟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如果你有时候煎熟会煎太久，或是有时候你要烹调比较久，你可以稍微让它先半熟，就是说让它先煮个半熟，那微波有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功率要低？对，因为它也不需要太功率太高啊。对，永远都要维持低功率，你要宁可花超一点长的时间。终于听到 know how 了。以你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如果食物用微波去解冻的时候，解冻完了，请迅速用传统方式去加热去煮，避免里面呢这个细菌增长。了解。不是，因为你知道后来坊间甚至还有出微波食谱，就是说他告诉你说，你知道东西本来是生的。然后呢，放进微波炉待几分钟之后出来就是熟食，然后就可以又快。你现在去便利商店香喷喷这样子。我告诉你，这里面就有很多关键点在那边了。如果说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的时候，你要肯定你那个微波炉啊，跟他所讲的微波炉是相当的，因为有时候微波炉之间的功率不能相当，对，即便它有刻度，所以微波加热是一个不均匀的加热。那有的人你加热过热的，
有的呢没有加热到，里面说不定就长菌了。嗯，哦，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吃到肚子里面，这个情况反而会更糟的。我把刚刚教授讲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微波本身没有害，有害的是你过度加热。嗯，所以原则上使用的时候，教授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你使用的时候有点耐心，不要想一分钟把食物都加热太快，对， yeah. 你就是用慢功率低，然后时间拉长，随时注意你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让里面，因为我们常微波有这个问题是，你外面摸起来还好，一直哇里面好烫，跟我们这种一般的烹煮方式是外面很烫啊，里面是冰的，对对对，有的时候是相反的。那我再问一个，那所以加热器具如果放瓷杯就可以。瓷杯是可以的，但是我比较反对大家用，比如说塑胶的，对，塑胶的。可是现在不是很多是说可微波吗？可微波的塑胶碗呢？微波的塑胶碗，你如果不能够控制你的功率加热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它还是有问题存在，会有毒素，是不是？对对对。微波专用的碗也是塑胶的、啊，它也那个东西也不适合去完全做那一种我们像传统式加热加到这么高的这个温度， okay. 那个是不对的这个事情。还有比如说你要煮的食物外层有一层壳。它是密封的，有一层膜，它是密封的，有一层表皮，它是密封的。最好拿一个尖锐的东西把它扎个洞，避免里面的压力承受不了，然后啪出来了。如果你这是一杯的这个东西，或者是一杯汤，里面含的这个酒精呢，有时候拿酒去煮吧。如果酒精成分比较高的，最好也不要在微波炉里面去直接去加温。嗯，哦、那微波炉那个上面用的那个保鲜膜那个。也要小心是不是、欸、通常来讲如果你是把它、要用保鲜膜加热这个其实是最不智的这个行为对而且现在有很多任何的保鲜膜都不对不建议加热便利商店那不只是保鲜膜它是上面还有好多颜色啊很多图案啊、有没有就是印刷过的、那本更不 好所以那个都有很高的这个危险性 存在的那微波的时候是不是人不要靠太近重点在微波的这个炉的这个门、跟那炉体、有没有密合哦、有没有密合？你怎么看有没有密合？所以你常常那个地方要把它清干净、让它能够很容易关、容易开。如果说它不能够密合，中间有脏东西的时候，这就有微波外泄。所以我要更郑重呼吁一下、如果说是怀孕的妇女，尽可能不要去操作微波炉，要离远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泄漏了。所以像我们家已经把微波炉送给别人了，这样 OK 了吗？那要看你送给谁，你不能送给孕妇啊。没有送给别人啊，这是送回收了。送回收，送回收。现在的疑惑实在太多了。第二个，食品保存期限过了，只要是没有异味，照样能够吃。这个原因是从哪里来的？是之前有一个医生，然后他就说他去买了一个那种杯子蛋糕。是不是那个很常用嘛？然后最主要是那个有包装包起来，然后他那天肚子很饿，吃了就没有看期限就吃了，觉得味道还不错。后来才发现说已经过期11个月了，11个月，然后竟然还完好如初，因为他有放防腐剂，然后而且味道跟以前他吃过新鲜的味道也是差不多。那吃了我们怎么样？没有。所以他就把它po上网哦，然后人家就讲说，哇，这个多可怕，里面已经含了多少的防腐剂在里面啊，然后你也变成防腐人了这样。可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很可怕。伊莉讲一下营养的这个成分应该早就没了吧？因为像食品的一个保存期限的问题啊，如果就营养成分来看的话，因为通常像比如说它食物，它标榜就是说，它可以放7天，好，比如放一个礼拜。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买了。第三天买它、那你只要拆开来没有吃完，其实就会容易坏掉，就不是说有的人他可能3号买、然后他是标1号到7号，到7号才截止嘛，对不 对？那你3号拆开来你吃一半，那个你就不能再算到7号喽。对，就不能说，我这个可以再冰起来，再放起来，然后再放到7号，这时候就不适合了。那刚刚讲那个杯子蛋糕啊，它那个里面一定很复杂，因为你可以放到这么多年，对，一年食品加工的一个技术啦。所以就营养成分来看的话，我们只要有拆掉，然后只要是接触到，其实营养价值都会容易流失。那放冷冻库可不可以？冷冻库它也有保存期限的。有些妈妈们说那个肉啊就放保冷冻库，还有吐司啊，吐司一放就可以放很久。粽子，去年的粽子放到今年还再拿出来，这解冻看过那个解冻真的能吃啊。肉也是放一年，他说那一定没事的，你知道。其实我们在食品卫生里面啊，我们有一个标准程序，就是比如说是蔬菜大概就是放3天到4天，那如果肉品的话冷冻起来大概就是半个月，它其实都有规范。因为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点的话，里面的微生物滋长
长的一个程度，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可能就是吴教授他们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很恐怖。请问，请问一下吴教授，那因为北极那边，不是北极，南极那边长毛象都可以吃，冰了很久千年了，它的肉的组织都还很新鲜呢。其实这个东西是看你吃了之后的后果怎么样，只要有嘴巴了，大家都能吃啊。所以这个真正的这个重点，如果说它都没有异味，刚刚可能讲了，就是放了很多防腐剂啊，有防腐剂多的东西，我们当然要避免吃啊，对不对？哦，虽然它有某一种功效，但是其他的功效其实是不好的啊，有特殊的功效在。但是呢，如果没有放防腐剂，没有异味，并不表示食物没有变质啊。有很多东西根本是没有味道的，比如说它已经长霉啊，有时候肉眼你还能看到啊，有一些比如说是菌类产生的这些毒素啊，对不对？特殊的化学物质从菌里面分泌出来的啊，你其实它也没有味道，你自己眼睛也不容易看到它，结果你吃到你肚子之后呢，它其实它的毒性是相当强大的啊，所以哦，过期的东西还是不要吃。我觉得没有啦，我倒是觉得这个是几率问题啦。是几率问题，就是像医生的说法都非常的吊诡，就是看看你吃了之后怎样啊，然后再看看你吃了。你食品保存期限过了，你担心什么事？第一件事情是你担心它食物，比如说食物本身味道改变，不管是氧化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化学变化，这是第一个。可是你说真的，这些化学变化、氧化变难吃，那又如何呢？这跟你的健康没有关系。第二件事情是说，你害怕有一些病菌在里面滋生，那你就要想你是什么病菌，病毒活不了那么久的，所以只剩下细菌了。那细菌的话，就像刚刚讲，当你保存的那一刹那，它里面的菌量有多少？如果今天这个肉当初在那个杀菌之后马上就冷冻起来，它里面可能一只菌、两只菌，那两只要变四只、四变八只，其实是蛮久的一段时间，尤其你又冰在那么冰。但万一像刚刚怡莉讲，它已经咬了一口了。咬了一口之后，你口腔菌全部都在里面嘛，那就不是一只两只的事情了。所以那个可能一天两天，它就细菌就很多了。那意思我们在家里要放显微镜哦？你是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是几率的问题。那至于霉菌，家又不是吴教授家，吴教授家处处显微镜，吃东西都要显微镜看一下。显微镜看一下。没有，对，所以啊，像霉菌这件事情，霉菌的毒素可能不会马上出来，那可能比如说像黄菊毒素什么，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好不好吃，既然不好吃，表示它那个东西变质，那个跟健康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跟感染有关的话，只是说你当初在放进冰箱或当初这个保存的前一刻，它剩下多少细菌？如果那时候很多，那你坏的几率就很高；如果那时候很少，也许还有机会你会吃到没问题的食物。所以千万不要舍不得啦！我觉得有时候大部分会继续吃，就是因为舍不得掉，怕浪费。对啊，就反而吃更多的毒素。就会有那种比较自愿牺牲的爸爸或妈妈说：“都让我吃吧。”对啊，那习惯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家庭或每一个人，你需要一天需要多少食物？其实基本上就买那么多食物就好，不要多买。你们知道吗？吴教授家里没有冰箱哦。对啊，我不用冰箱的。为什么？因为我都是每天我需要多少的食物量，最新鲜，我当天解决掉。那你家都不需要冰箱，那所以我也不就是最新鲜的、啊、我也不隔餐的，也不隔餐，也不隔餐的，太厉害了。好，那下一个问题，我先。我现在已经在幻想一个没有冰箱的家庭要怎么过活。我也是在幻想哎、欸，我觉得太神奇了。Okay. 为现在那个思考。下一个问题，我要先问一下聪宁，你有没有炖过大骨汤给你的小孩？没有，没有 ，never。那是因为你就是基于这个吗？不完全是，我只是因为对大骨汤本身的营养价值並，稀饭啊什么都没有，没，就是我对它的营养价值并不抱于过高的期望，所以我不想浪费时间去。那到底含铅吗？来问一下怡莉，其实大骨汤哦，确实老一辈还有一些，比如说要做小朋友副食品的时候，对啊，最常会使用的，比如说像猪骨啊、牛骨，甚至于鸡骨，它都会把它熬成汤。对对对。那为什么会熬成汤？因为你其实你把它熬到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吃起来它很香，因为呢，其实大骨汤里面大部分存在的大量的油脂。
所以它的油脂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再来就是含铅的问题，因为骨头里面确实铅含量会比较高，所以你长时间如果一直炖一直炖的话，里面的铅确实会跑出来，影响到小朋友的智商。可是刚刚黄医师讲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我们不鼓励熬大骨汤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啊，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油脂很高很高，那现在胖小孩很多嘛，所以我们不希望它太多的油脂。另外你要从大骨汤里面，大家都会觉得它要得到钙质，对对对。可是我们调查过，你大概熬大概接近30碗的大骨汤，才等于一杯牛奶的钙质。所以那还不如喝牛奶就好。喝牛奶就好了。所以其实像我们会建议钙质的来源，你可能适度的一个牛奶，比如说一天1到2杯。然后呢，你至少要有3盘的青菜。我们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家里有小朋友，或是你老人家要补充钙质的话，像我们一般在讲芥蓝菜、川七、小白菜，这个是绿色的蔬菜，然后再加上2块的豆干，再加上一点点的小鱼干或虾米，其实你一天的钙含量就够了。对，所以不需要再从这个有风险的地方去摄取很少很少量的钙。30碗等于1杯牛奶，我们当然就直接喝牛奶就好了哈。而且我要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并不是网络留言，这个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应该就是那个林杰良林医师，他生前其实就一直在，因为他做了很多重金属的研究，对，他那时候就有在研究这个大骨汤里面，因为大骨汤其实我们全身的那种营养很多，什么重金属会累积在我们的骨髓嘛，所以你熬这个东西，他们发现说确实国外也有发现说确实会让那个铅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就喝牛奶。可是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其中是牛奶少喝，宁愿喝豆浆。对啊，有人说不要喝牛奶，喝豆浆。先问一下吴教授好了，教授你喝牛奶比较多，还喝豆浆，还是酒？对，我跟吴教授很熟了，我知道他喝酒比较多，小酌而已啦。酒可能比牛奶豆浆要多啊。I know you。好啦，那牛奶跟豆浆呢？其实都可以喝。都可以喝，都应该喝。就是说，今天有些东西，比如说像刚开始前头讲的，好的东西你也不能吃太多，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说完全都不吃。那牛奶摄取量一天是多少？一天成人大概就是1到2杯，一杯大概240cc， 所以以成人大概240cc 左右。那如果是小朋友正在成长发育的，大概控制在500cc 左右一天，对，一天，所以也不需要把它当水喝。那确实，刚刚教授讲的很对，牛奶跟豆浆是不同类的食物，所以你可以喝牛奶。也可以喝豆浆这样子，同时喝，但是量都差不多抓在500。补充的点不一样啊，像豆浆它钙很少，所以如果你是不能喝牛奶的人，你喝豆浆有一个小方法，就是说你在豆浆上里面，你可以加上那个黑芝麻，黑芝麻粉。那把豆浆的钙质提高，对，因为有些人是有那种像乳糖不耐症，就是我，你也不能喝牛奶，对，那你平常都喝豆浆比较多。对，现在你都一点都不能喝牛奶。我乳糖不耐不是出生就有的，乳糖不耐就是人生某一段时间突然你的那个乳糖的酵素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好，第四个，清洁用品当中含有香精，对皮肤有害。有哎、欸，这我自己有在做哎、欸，我像我老婆会跟我讲说少用那个清洁乳，她就直接用那个肥皂。听说沐浴乳洗一洗，洗到很多人得乳癌，我是看到这个报道。会不会得癌症？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它是很长期的累积。可是清洁用品里面，因为我们通常会买那种很香的，它里面都有定香剂，它会用很高量的塑化剂，所以那个国内就有学者在研究这个。对，其实长期它对皮肤、它对身体的那个伤害是你接触了太多塑化剂了，从呼吸道、从皮肤的这种接触，你只要常用的，他们就研究那个发现那个性早熟的小女生，好，如果你经常在用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你体内的塑化剂其实是会高，那这个。只要停用的话，你只要停用一个礼拜，不去那个就少用这些产品的话，你身体体内的那个尿液的塑化剂就会下降，就会减少那种性早熟的。所以用手工皂会比较健康。就是比较原始，人家就说很多什么水晶肥皂什么的，其实水晶肥皂不见得那么好用，你可能就是用天然的，比较不要太香的。对啊，像网络上非常风行那种自己做的手工皂。教授，请问你用什么洗澡？对啊，快点，赶快！我洗澡洗头都是用很基础的这个肥皂，最基本的肥皂。像什么？那肥皂通常来讲都是牛油啊，或椰子油啊，他们去做出来的这个肥皂。那个平常在市面上买，你是看它成分说有牛油？都买得到。那它有时候因为加了牛油之后，它会比较有类似腥味这样之类的东西嘛，即便它经过皂化反应了之后，这个时候它会加进去一些。压制它味道的这东西，那常在被用的这些东西，比如像是香茅，那肥，因为一个好的肥皂你放在那边啊，这个20年它都还是好好的，对，所以它本身
有加一些所谓大家刚刚所讲的防腐的这个成分，但是这个防腐的成分通常是天然的，叫做松香，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肥皂你可以保存很久，然后它的清洁的效果一直都是会很好的，但是不会说对这个皮肤造成什么样的这个过敏的这个现象，除非说你买那肥皂买来的时候，它在皂化反应的过程当中，它加的这个碱太多了，这个时候肥皂会比较偏碱性，这个时候你一旦用了之后，要赶快用清水再把它冲掉，通常来讲，现在可以做到完全是中性的这种肥皂。所以这个清洁用品的香精真的会致癌吗？有很多香精本身就会致癌，所以这个再加上这个是再加上刚刚讲过的这个定香剂、塑化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类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令人担心的这个致癌，也是环境荷。那我们去买一般的沐浴乳啊，它会把什么邻苯什么什么写上去吗？通常来讲，有时候只会写定香剂的。定香剂啊，现在它一旦写那个东西，邻苯二甲酸酯写上去之后，很多人大概也不会去买它了。所以我们看到定香剂最好也都要，通常要注意一下，只要有加香料的东西，一定要有定香剂。因为没有定香剂，那个香皂的味道过没多久就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就是用肥皂啊，肥皂用肥皂最健康，就是肥皂了。所以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你如果看不懂它的成分，第一个就闻起来香，就是太香了就不要买，就最简单的。有一些香是很不舒服的香，你就真的就是真的不会。我对啊，像我对儿童的建议就是用清水洗澡，从出生我就建议就是都不要用清洁用品，用清水洗澡。就算不得已非要用，你不能买太香的。原则上我就希望它没有味道，了解。无香无味。下面一个，以里水煮玉米真的有剧毒吗？其实网络上在讲说，玉米在栽种的时候，他们会打农药到它那个梗里面去。那有些人他可能在煮一些汤头的时候，他喜欢用整条的玉米下去控汤，所以梗就一起那个对。对，那跟时间的长久可能有相关。那如果你说要本身的水煮玉米本身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吃外面的那个一粒一粒的，它是属于高纤的食材，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建议的话，我是不建议就是用去做煮汤这件事情啊，就不要控汤。有的因为玉米会带来甜味，它是淀粉嘛，所以它会有些妈妈她在煮汤的时候，对啊，玉米排骨汤是非常的，对，家里的桌上佳肴啊，会比较好。其实玉米就是煮，玉米很容易熟啊，玉米煮一下它就熟了、啊，所以其实你不用再去熬，有的人会是把它熬汤，熬成汤头，变汤头，对，会变汤头、哦，会有这样风险。那其实本来有一些蔬菜啊，或者有一些像刚刚讲的大骨汤，我们现在食物都不强调要久煮，我们现在都是希望是低温烹调，但是是可以简单一点的，就时间不要太久，因为你这久煮，你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会容易流失。所以像挑选玉米的时候，吴老师，你是都会挑那种，像有些一定要挑很漂亮，看起来金黄金黄的，其实那个是不是代表农药真的会比较多呢？你长得过分的这个漂亮，通常都是比较危险的。我知道，我很有感觉。哎，那不是人，我说食物，食物，食物，对对对。我还以为你接下去那句话要说，我现在身处危险之中。也是也是也是，其实刚刚李宇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玉米啊，它也会怕虫的。怕虫的这个过程当中，等到它慢慢在长大，你再陆续再去喷药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成本代价划不来。所以有些就会在它成长要开始长的时候，过程当中，它就先给它打药进去了，就打那个梗。对对对对，那因为在梗嘛，因为你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那些养分是要从梗这边过来的。对。所以从梗那边打进去的时候，实质上来讲，它的这个效期会比较长一点，而不是只是喷在外面。喷在外面有时候下个雨啊，或者是有一些气候的作用，那这个效果可能就减低了嘛。那你吃玉米的话，你吃吗？我吃玉米啊。那你怎么煮？通常来讲也是水煮啊，但是那水绝对不要。有很多，比如人去吃火锅的时候，他不是有那玉米块吗？切好的一块块。对，通常我都建议这个玉米到最后再来下。一旦下完了之后呢，下完了之后，那个汤就不要了。即便是再好的食物，再好的食材，你只要吃了过量。严格上来讲，从我们的观点来讲，那可能就是变成毒了。其实泡面很坦白讲，我们叫做垃圾食物，它只有填饱我们的肚子，然后增加我们的热量，但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营养价值的提供，几乎趋近于零。
下面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吃卤肉饭。其实我觉得，它到底是不是全部都是猪脖子这个位置哦，不晓得，因为应该也没这么大的量。可是最主要你做成绞肉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它会把各种参差不齐的，甚至死猪肉或是有病的那种有问题的肉，全部都那种绞在一起再去做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像其实我也，我其实是不大吃这种。那个肉，这种饭就是外面的卤肉的，你都不吃。可是如果就要找有信誉的，那有些地方的卤肉饭，它其实是做，它是整块肉啊这样去卤，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都有那个看到，就要有圆，可以看到肉的那个结构的，不要被搅碎的。因为人家说搅碎的肉，其实猪脖子好像这边淋巴什么的多，也容易累积一些毒素。实际上是这种情况，然后因为那边的淋巴也多，刚刚有提到，所以那部分其实负责相当的这个所谓。解毒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情况知不知道它是猪脖子肉？严格来讲，现在很多食物食材啊，一般消费者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建议，就是说，现在将来卫生单位要去查这些餐厅啊，查这些食品制造公司啊，你真的要查的话，真正要进厨房去查，你再知道厨房里面它用的是什么样的食材，是，用的是什么样的添加物，用的是什么调味料。你不进厨房，你根本看不到的。了解。我们已经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了。那教授，我要帮更多人问，很多人喜欢吃猪头皮啊、猪耳朵，那可以喝，那离脖子蛮近的。我先说。等一下，我先问一下教授，你自己吃猪耳朵吗？你吃吗？你吃猪头皮？吃猪耳朵啊。那你吃猪头皮吗？但是被我吃到，我也不会拒绝了。啊，猪头皮也是一样，对。因为猪头皮真的蛮好下酒。我说那个真的配啤酒什么真的很好吃。他昨天晚上可能没够，因为今天他三句不离酒。那你吃你是不要过量就好，反正就不要过量就好了嘛。绝对不过量，即便是再好的食物、再好的食材，你只要吃了过量，严格上来讲，从我们的观点来讲，那可能就是变成毒了。哦。因为你身体不需要，你进来让他进来这么多干什么？因为我们吃食物啊。好像不像是我们在赚钱呢，我们钱多可以存起来慢慢用，不能说我这个今天我需要三碗饭的这个量，明天要三碗饭的量，那你干脆一天吃六碗好了，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对，进食观念是不一样。那抗生素打猪脖子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不要太过强调，打进去全身上下都是抗生素啊，哪有只有脖子这边？也对，有些人说不要吃鸡翅啊，因为那个鸡都是打那个什么翅膀下面。这个就不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今天在以人来讲，我们今天治疗你，我打抗生素，难道打在患部？对，通常都打手臂或屁股，然后药就全身就会跑啦。所以其实重点你要防止它的抗生素这个滥用是检测的问题。而不是那个部位，那部位这只猪本身抗生素有过量，它那整只猪都过量，不是只有脖子而已。对，你这样一讲，有更多人难过，所以连猪脚什么都不能吃。没有啦，那如果它没有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那个地方淋巴比较多，确实是这样。脖子啊，脖子。哦，就是尽量不要吃绞肉啦，因为绞肉你看不到它的圆的形状，原来的形状嘛。那如果能够像猪头皮，那个猪皮其实是不错的食物啊，它含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猪脂的来源啦，应该这样讲。对，有一些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它会标示产地。对对，这样我是不是就安心一点点？好。刚刚那个鸡已经讲过了，牛奶的部分再来。好，泡面，因为很多人也要吃泡面。所以太多人吃泡面，你知道吗？我们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这个多夸张的例子，因为他就是说什么他同事的朋友的侄子，好，你看这个原来同事的朋友的侄子，然后他到英国那个出国去留学，然后因为出国很节俭嘛，所以他都一年半都常常吃这种泡面，结果后来就发现他胃不舒服，去检测才发现说他胃里面竟然有一层辣。辣，对，留了一层辣，然后他们就想说，你看泡面里面不是有一层辣吗？那个纸，你看摸起来滑滑的，对，泡面滑滑的嘛，都会有那个辣。他就说，后来他就是因为这一层辣哦，然后去开刀，然后也不行，没有办法把它取下来，后来就死了。所以你看这种网络留言是不是很可怕？听起来就是说，哇，那个你光是这样泡，那个里面的辣全部被你吃到胃里面，还会变成把你的胃全部都装了一层辣。所以这个网络留言就哇到处转寄，可是这是很恐怖的，而且是很没有来源的，因为已经转了好几手了。像这种你就要好好的给他打叉，然后要问专家，因为吃泡面确实是不好，可是来源是他是在制的食品，然后他的什么油料包啊什么的都容易有一些问题。泡面应该没有营养吧，伊莉？其实泡面很坦白讲，我们叫做垃圾食物。
就是垃圾食物，就是说它只有填饱我们的肚子，然后增加我们的热量，但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营养价值的提供，几乎趋近于零。对，趋近于零。大家听到没？不管是面本身或是油包都没有吗？因为它已经经过加工再加工的制品，所以你说你要从里面得到我们三大营养素啦、蛋白质啊什么这些，几乎它就是一个填饱肚子的一个东西。但是那要32天才能解毒是真的吗？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就那阵子完全不敢碰所有的泡面。其实这从两个层面讲，一个层面是说，因为面本身就是淀粉嘛，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就是油嘛。那照道理说，食物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通常是2到3个小时它就会消化完毕，正常的是这样。那它这边讲的毒，应该是指它本身泡面里面的，比如说像前阵子检查出来的一些重金属。那重金属确实是经过我们肝脏去做代谢。那你有可能这32天里面，你可能有时候可能7天或14天，你又再吃了一包一包，那肝脏的一个重金属的累积，这个是比较难解的。但是如果你说就面体的本身，它的淀粉跟它的油脂那是可以消化的。聪宁，你有吃泡面吗？我上一次吃泡面已经追溯到几年前，真的、喔。对啊，那吴老师吃不吃？绝对不吃的，绝对不吃的。我要再强调一下刚刚伊莉讲的那个东西、喔、很多泡面就拿到那个碗，那种碗长都是 PS 的碗，叫聚苯乙烯那个碗、哦。那个碗里面除了会溶出所谓的这个苯乙烯的这个单体出来之外，通常来讲，这个要耐热的这些聚苯乙烯、它本身都会加一个耐热的物质，几乎全世界都一样。那个东西现在全世界都在看，那个英文名字蛮长的，那个叫 hexabromocyclododecan。那你刚刚讲好像是非洲一个某个部落的那个语言，对，那是一个6个溴的12个碳的环状的化合物，那是一个持久性的毒性的化学物质，排不掉，对不对？很难排掉，不止32天，可能所以现在全世界，包括欧盟，包括加拿大，包括美国，现在全力的要管制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台湾人还傻傻的拿那个 PS 用的那个PS 就做保丽龙的那种，对呀、那一种碗，杯面全部都是那个材质、啊。对，他要加那东西是就是要那个碗可以耐热耐高温、你看，但是只有那一种化合物才适合加在 PS 里面，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止三十二天了，严格来讲，我们每天的毒最好每天都解掉，能够让你需要32天2天3天才解掉，那个毒是糟糕的毒。对，像假如何荣昨天晚上出去喝酒，他第二天起来，他酒就应该完全解了。哎、对啊，应该要赶快解掉的、啊。对，当天就要解掉、啊。当天就要解掉，你解不掉、啊，真的就是表示你平常练肝练得不好。所以绝对不能拖到32天才行。真的，所以当天就要弄掉了。对，泡面的那一个碗。很容易就是有这个东西，因为它在加工。那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常去外带那个热的面，尤其是汤面，都是那种碗啊，有加盖，所以绝对不能够用那个碗。所以我们要随身携带我们自己的那个挖工，是不是？其实你如果用外面那种碗的话，那危险就非常非常高了，非常非常高。爸爸还有什么可以吃？就自己带锅子啊，带杯子，自己带锅子，随身携带，自己带。OK， 再来，洗手乳比手还要脏，这个是有报道过的。对，这个就是有媒体去做那个几个公共的场所，有20个点哈，然后发现说其实还听起来还蛮可怕的。对啊，像那个台中高铁的女厕，它的那个生菌量是超标3万倍。很可怕，不洗还好，洗得更脏。对，然后还有像那个松山机场的那个厕所，他们也被检测出什么绿脓杆菌，那是很绿脓杆菌，其实是很严重的耶，它会造成全身的败血症的一种菌耶。所以就是说，它是去检测这些这种洗手的地方，洗手乳。那最主要是洗手乳，那个就是我们主管单位他都没有去，他只有管那个送出来的时候完全新的那个样品，可是开始使用之后啊，他就没有去检测了嘛。然后我们一般人经常在就是说去拿去洗啊，通常也会碰到那种口啊，然后加上很多的那个这种洗手的地方，他可能都没有直接把它抽坏，他直接就回填。对，看长期这样子回填，对，用回填的，回填的，长期下来其实就会滋生一些细菌。所以如果你没有身体的那个免疫系统比较不好的话，没有弄干净，还有可能把这个细菌带到自己身上。医院都是用酒精，对不对？对。医院，不过这个新闻你还是要仔细看一下，因为你检测到20个点，可是你检测了几个站？你检测了10000个站才20个点过量，那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啊。
你把那几个点吧。没有，像我们这种认真的妈妈，就从此以后身上除了要带锅碗瓢盆，我们还要带洗手乳。是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倒也不用搞得就是好像大家就草木皆兵。对，这么惊恐。这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原本你采集的样本有多少，你不能只是把最后那个二十个给我看嘛。那这是第一个，所以。以我来讲，我很怕人家因此而都不去洗手，那很奇怪啊。其实还是要洗手。洗手更多嘛，你手上这个细菌还更多哈。所以原则上洗手还是必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洗手理论上啊，理论上你出厂的时候应该是无菌的，那就算有菌也量不多。所以为什么会测到那么高？一定是那个口。一定是你摸到了，那什么时候会摸到呢？就表示那个回填的人不够认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人如果说洗手乳，哎，怎么没有呢？你就会去哦，按的时候就抠啊摸啊的一下，对，这个动作你就把你刚刚手上脏的细菌就带到那个口上，那下一个人就很倒霉了，因为下一个人就会再摸。可是会用洗手乳，一定是想说它会比用水来洗还要干净，当然是啊，对啊，这个是正确的吗？还是？其实用水就可以了，这是清洁有很多原理啦，用到洗手乳的时候就表示你手上有比较脏不容易洗掉的这个东西，你才会用洗手乳，要不然光用水洗就好了。嗯，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是说你用了洗手乳之后，通常来讲你还是会用水去冲的。嗯，哦，所以即便说洗手乳你出来了有一点菌，其实这不需要到多担心了，你还是会把它冲掉干净。那正常自来水里面还是有余氯可以消毒的。哦，这个其实是因为那洗手乳可能是真的是被人家弄脏的，哦啊，平常那些装的那个容器呢没有确实去做后续相关应该有的这个保养啊。哦，才会造成这样的这情况。对，还是要勤洗手。对，我是提醒说，洗完手那个洗干，用清水洗完之后啊，再加一个动作，就是让它干。你干了之后啊，就可以扫掉那个大部分的细菌了，因为这样细菌不会附着在那个干燥的上面。其实我觉得带干洗手也是好主意。你今天你洗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病毒还是为了细菌？嗯，如果你是为了病毒的话，你只用干洗手可能会有漏洞，所以你势必是要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手。对，洗完刚刚讲擦干。你可以再用酒精喷一下，把刚刚你担心的一些细菌呢再清除一遍，尤其在吃东西前。对，对啊，我觉得如果担心的话，这样做是比较保险的。好，接下来这个你们应该都有过经验吧？这也是最近非常夯的。你会因为听到这个，然后就减少看手机的机会吗？容易失明有到这么严重吗？是没有到一下子就要失明啊，但是确实在黑暗中看手机的话，对我们的视力来讲确实是比较容易影响，尤其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是什么糖尿病人啊，他本身他就容易眼睛有一点受损的这种问题。那我们通常就是以我们的角度在看的话，第一个一定是鼓励他不要在黑暗中看，然后你可以吃一点比较有益眼睛的一些食物。那这种有益眼睛的食物，你可以从一些比如说像红色啦黄色食物里面去摄取，那甚至于比如说像那个红萝卜啦，或者是说像那个菠菜啦，或是苋菜、地瓜、南瓜啦，这些其实都可以去保护眼睛。但是我觉得前提之下是现代人实在用了太多的3C 的东西，真的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在睡觉前。我们他一定得小朋友一定得要看完一个什么小卡通还是什么，他才要睡觉。那个其实后来我们的眼科啊，很多都是年轻的小朋友来挂那种假性近视。那后来发现都是他的习惯，就是说他3C的一个问题用了太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会到哦马上失明啊，那除非你本身眼睛有一些病变。对，那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容易造成眼睛的伤害。我跟大家说，其实真的很伤眼睛。之前我们就采访了一个眼科医师，然后他就说他碰到一个40几岁的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人因为那阵子失业在家，所以他全天都在家，都宅在家里，然后就是看手机啊，然后看电脑，所以只要醒着的时候，他眼睛都没有离开这些东西。哇哦！经过半年，他竟然被家人牵着到去看眼视，因为他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而且是怎么样？他的眼睛40几岁人已经两个眼睛都白内障。而且都熟透了，必须要换掉，变成植入人工水晶体，所以他就觉得很可怕。半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水晶体好像被煮熟了一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像吴老师，你自己平常用手机用的很频繁吗？频繁，但是不会在黑暗里面用。因为这个东西太黑暗，也就表示有时候甚至你要多黑暗，可能你要睡觉的情况之下，你还看那些亮的这东西，看了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这其实还影响到我们所谓的。松果体啊，会不会分泌我们的这个所谓褪黑激素？melatonin， 褪黑激素不分泌，你就睡得就睡不好，你身体很多的这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干扰跟影响，因为它几乎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在晚上要启动我们免疫系统的总司令了。所以这个对身体的这个伤害，其实还不只是对眼睛的伤害。对，睡前这样看，在黑暗中看，伤害更大。对啊，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差不多要天亮的时候，你看到光线的时候，你会起来嘛？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演化就这样子嘛。他创造我们，一旦看到光线了之后，你的这网膜碰到那个光线了之后，通常来讲，这个波长是在420到460个纳米。几乎在蓝色的光，你一旦碰到这种蓝色的光，现在手机很多都蓝色的光，对，你一碰到了之后呢，然后你就这个所谓的 melatonin 的分泌就终止了，终止了你就知道醒了，就比方为什么看到蓝色呢？偏蓝色，因为好像就看到天空了，对，就照我们的这个人类活动的情况之下，就表示你醒了，对对对对，他以为是白天了啦，所以有些妈妈们真的不要在睡前给孩子看那个平板啊、手机什么的。我想最后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了，真的还有很多真的是网络上面大家听到的消息，我们真的可以录好几集耶，是因为我们应该用重要的资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看待现在在网络上面充斥所有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讯息？大家最后给一些提醒，像我们就常常在做这种查证的动作，就网络的消息，就是你当然要看它的来源，如果完全没有来源的那种，你就先把它删掉吧，因为它完全不可信。那如果有挂来源的，你可能要透过一些管道那个查证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像那个什么会致癌的啊什么，你就要看它那个单位是不是真正存在。因为有些人他会写的好堂皇，或是什么国家什么什么什么机构，可是事实上那可能是一个空的。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要问一下专家，我们也经常在请问这个几位专家，透过这样的那个 double 的 check， 才会知道说这是一个可信的知识。是吴教授。我觉得刚刚翠芬讲的很好啊，大家如果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那你要留下你的电话，对，尽量去问那个黄医师，问翠芬啊，他们一定会很仔细的帮你们好好解答。哎呀，这是智慧的答案啊！我们尽量去问黄医师，李李呢？其实我是要提醒啊，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会从比如说脸书或是手机的简讯去得到消息的这个，对，这个我比较害怕，而且甚至于他会觉得说，哎，特别的东西，好像有的人他就觉得特别，比如像黑木耳特别的养生，他就会去做一些黑木耳食谱啊，大量的去跟大家讲。那其实像这种，我很怕你再传给下一个朋友，因为这个就会变成讯息的传递错误。是，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讯息的时候，确实要思考刚刚翠芬姐讲的前面这些条件。那你不要把随便错误的讯息再传出去。我们害怕的是这个，因为这个都解释不清，就以讹传讹了。对，从你最后，我觉得特别也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所以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我觉得今天很多东西可能你今天看你会有点胆战心惊，凡物都可吃但不都有益处，都不都有益处。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每一个东西都中庸，量少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你真的要想一想，你有必要这么偏执的在你的生活中一定要加入这个元素吗？比如说泡面，你既然已经知道它是不好的东西，那你一定要很偏执的说不行，我没有泡面我人生就不能过，是这样吗？其实很多人，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吴教授就知道，你不需要吃泡面你也可以活得很好，还没有冰箱，对不对？对不对？人没有冰箱都可以活那么健康了，棒。所以原则上就是第一件事情是中庸，第二件事不要太偏执，是不要舍不得这些生活中并不需要的东西。既然你觉得它有可能的危机，把它从生活中拿掉，你也不你过得会比较坦荡荡一点，而且人生也会比较健康。是啊，用一个比较智慧的眼光啊，因为像现代就是听到这么多的这些消息，那都会担心是跟健康有关，对不对？其实我突然刚刚想到有一个吴教授，今天他不化妆，他说化妆品。